来，给我来块披萨。哎呀，来不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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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分，好班长，十五秒，加油啊！十五秒，顶住一班长，顶住我！加油加油！三分钟，三分钟，三分钟！一班长加油！顶住！哎呀，你真不行！别动！三分五秒，冠军奖杯，冠军！连长，你别动！林佳，不是你，好老进格，班长，冠军啊！不行啊，拿。李哥，来，给你，李班长，开心，给你。嗯，棒跟牛。哎。油劲儿没处使呢。美国，你怎么不去和他们玩啊？没意思。明儿礼拜天，你不进城？没意思。连城，连城，你的探亲报告批下来了。看看看看啊，可下批下来了。连长，探亲报告送你回家了。来，快给我！啊，准玉梁三喜同志探亲假一个月啊！啊，咱们的牛郎该会织女了。连长，你都带什么东西？我给你收拾收拾吧。晚两天再说。啊，我说你这个人，好事都让你给耽误了。这42个钟头的火车，6个钟头汽车，一共48小时吧？到家你不就亲热上了？没那么简单，一加一等于二，一点都不复杂。团部刚才来了电话，新调来的指导员明天就到，让他熟悉一下咱们连里的情况，我再走。哎，好事多磨。哎，吃饭了，吃饭了。我最多再待一个星期，下星期准能回到家。连长，嗯，咱们这个新指导员是个什么样的人啊？我听说是个有文化的，在军政治部当摄影干事。哎，那好啊，那以后可以天天照相了啊。连长，新指导员到了。到了。哎呀，欢迎欢迎，我叫梁三喜，我姓赵，赵蒙生。哎呀，知道知道。来来来，我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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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算计着，你是该到了啊。好，子丹啊，在这啊。哎，住手！到，全连集合。是。哎。通知炊事班长，晚上多搞几个好菜。是，来，谢谢。啊，来，喝水。啊，我这有。啊，我们那个王指导员啊，他到军校学习已经半年多了。哦，咱们早就盼着上级给咱们派一个指导员来。你的老家是在什么地方？啊，江西，不过我生在山东的沂蒙山。哦，怪不得你叫赵蒙生。我也是山东沂蒙山人。这么说，咱们还是半拉子老乡呢。啊，是。好大一股香姨子味啊！这是檀香皂，怎么样？好，9毛6一块，闻过8回没舍得给老婆买。我来介绍一下。这是我们连有名的滑稽演员。哎，不不不，炮排排长金开来，金开来。啊，没事没事，不是什么滑稽演员，倒是全连挂号的牢骚大王。26、27岁了吧？
31了。啊，咱可不是什么选亲对象啊。我来。不像，不像啊。这么说，咱们两个是同岁，都是属猪的。哎，我这有。可看上去啊，少说你比我年轻有7-8岁。哪里？嗯，你确实面嫩。反正你们俩一看便知。哎，坐。好。一个吃牛奶长大的，一个吃地瓜干子长大的。咱们这些吃地瓜干子长大的，就是一天擦上3遍雪花膏，都去不了这个土腥味儿。你呀，你连那个人样子都快变成地瓜了。一点不错。半截缸打地夯，麻袋里边装谷糠。来，喝水。啊。哎，我们这个副连长上教导队轮训去了，副指导员上个月回家探亲去了，咱们这个连呢就剩下我们几个，整天是连轴转。这回你来了可就好了，要不然我这个探亲假怕是休不成了。啊，快当爹了。啊，连长，这不指导员也来了，干脆明天就开路啊。别再跟人家韩英秀开空头支票了，让人家天天在家等你。真是的，这个连队干部就是这样。哎呀，娶个老婆当月亮看呢。哎，老季，看什么呢？啊，不是，我闻着有股照相机的味儿啊。志远，咱们和同志们见见面。啊，好。1、2、3、4！ 1、2、3、4！ 1、2、3、4！向左转，向右看齐，向前看，小心！立正！报告连长，部队集合完毕，听指示。小心！同志们，小心！这是新调到我们连的赵指导员。赵指导员原是军政治部的摄影干事，他文化高，有水平。大家不要有什么误解，赵指导员既不是到我们这儿代职锻炼，更不是来体验生活，是组织上正式任命。他为我们九连的指导员，今后大家遇事要向他多请示多报告。军人嘛，服从命令是天职，大家要坚决服从赵指导员的指挥，请指导员讲话。同志们，我水平不高，也没有什么经验，我愿意和大家一起把工作做好。这个讲完了。这是我们的菜地，今年我们连的蔬菜长得还真不孬嘞。这是我们的豆腐房，哦，咱们的豆腐基本上可以自己了。胖子，到。啊，哦，够胖的啊。炊事班长吧。啊，好，你忙吧。下个月，计划让全连每天都能喝上咸豆浆啊。指导员啊，指导员啊，你忙。三喜，再过两个月，就是咱们结婚3年了。梁三喜到，韩云秀，你们两个来登记结婚都是自愿吗？自愿。啊，韩云秀，
和梁三喜结婚，你同意吗？说呀。哦，他们这都是自由恋爱。那你到底是同意不同意？说话呀。你要是不表态，这结婚证可就不能发了。同意。我什么也得回去喽。哎，嫁给你算是倒霉了。结婚两年，让我守两年的活活。你妈妈天天嚷嚷着把你调回来，调回来，可是结果呢？你又来这一套。你也别跟我来这一套。你们家这小圈子里的事，我早就看透了。我早知你这样，早知你这样，我还不如回到贫民窟里去呢。妈妈为咱们的事儿也没少费心思。好啊，老崔啊，就那么办啊。妈，萌生啊，啊，明天回部队吧。啊、军里崔副政委让你下连当指导员。什么？你去的那个师的师长，过去当过你爸爸警卫员。你下连队当几个月指导员以后，可以直接从市里调回来。妈，下部队萌生怎么受得了呢？直线调不成，只有搞曲线调动。萌生啊，这次下部队好歹耐着性子干几个月，事情就办妥了。妈妈万岁。李委长，到。今天训练提前了吧？提前了5分钟。啊，指导员，歇会儿吧。看什么看什么？有什么好看的？快跟上！指导员，别往心里去。对这种没有艺术细胞的人，你和他……哎呀！
我是艺术气泡，有什么高见你冲我金凯来说。我说亏你不在我的炮排，要在，哼，你瞧，就你这个懒散劲儿，三天我要不把你这拉稀了，算我不是金凯来。指导员，7:30。好。哎，这几天没出去玩玩？嗯。是吧？哎，我来。我来吧。不错嘛。都是咱们连长教我的。啊。哎，食堂。再见。嗯，老家是哪儿啊？五台县的。俺们那儿叫金牙沟，到处都是山。哎，五台县离北京不远吗？嗯，可我还从来没到过北京呢。怎么？去一趟来回就得花10块钱。不过我想过两年探家的时候一定拐弯到北京去看看天安门。啊！啊，你敲手杖？嗯，给我奶奶敲的。哦，手艺不错嘛！啊，这是仿照剑阁县手杖厂的样子做的。哦，我还以为是真竹子呢。指导员，嗯，您要喜欢就拿去吧。哎，再敲一个，留着给你奶奶吧。啊，嗯。谁知道哪年哪月才能到我奶奶呀？喜葬，今天是什么日子？忘了。3年前，就是今天，咱们在干嘛？干嘛？我在干民兵。你在闹之前。还有呢？想想看，你说嘛，守着你又没什么好说的了。春妮儿，那我看你明天就走吧。我说你动作快点啊，指导员，柱子，你也不看电影，过来，小老开。哎，连长，连长，哎，大扑克，没意思。哎，对对对，大扑克。动作快点啊！哎，班长。哎，指导员，小扑克啊。好好。怎么样？今天谁跟谁一家？哎，咋样子？指导员，抽烟水平不低啊！弟兄们，快了快了。哎哎，今天这两盒烟不抽完，这场老派呀、啊，是坚决不罢休啊！啷个啷，你个啷呀！哎，算了，今晚上都挺累的，不甩了。哎，班长。我就知道看完电影你就没心思甩老太了。哎，怎么的？想早点躺下梦里会春妮啊？来吧，来吧，连长。哎呀，要是霓虹灯下哨兵在咱们连演100场，咱们连长能看100次。哎，指导员，你知道这为啥吗？那个，别看咱们连长这个穷样，哎，他命好。还是个俊媳妇啊，媳妇姓韩，名玉秀。哎。那长得比电影里边那个春妮还水灵，可是比春妮还能干。哎，戏眼比春妮还好。爷，你看这一提春妮，咱们连长那个嘴他又合不上了。哎，穿花衣裳得多像韩玉秀啊！他们一首《革命群众》这不？哎，你说该谁的了？来来，连长。你说陈喜儿那小子他怎么不撒泡尿照照自己？是，啊，春妮多漂亮。你说你摊上多好的媳妇还闹离婚，哎。要是我摊上那样媳妇儿啊，下辈子变牛变马也值。哎，哪像我那个老婆，大马得包一个，他分分量倒有。大爷，话叫你老婆听见，少不得又得摁住他，给他刷刷牙。哎，听见怎么的？
他充其量就是公社棉油厂的合同工。我今天来对他每一句话都是最高指示。我去，把那全家福拿出来。来，这拿出来，看看指导员，看，指导员看，看看就看看。哎呀，老夫老妻的，谁？你看，哎，等你。瞧。杨改花穿上黄毛衣，线条也有了。哎，不行不行，长得还不错嘛。哎，别谈老婆了，继续打扑克。来来来来来，我这。我说你这是干啥？哎，连长，连长，看见。别在这苦熬了，该回去探家了啊。是啊，是得回家了。等指导员再熟悉一下咱们连里的情况，我就走。哎，夫妻两地远隔千里，一年还就这么一个月的假。连长，要走你可趁早走啊！这个韩云秀可是快抱窝了。我说你等他抱窝回去，那有啥意思？说你这个人呢，你说话就不能文明点。这打扑克吧你不干，谈老婆你又说不文明。哎，那你说这星期六晚上怎么熬？来来，把钱开了，你了，出，过来。耍赖呀、啊！老规矩啊，爸，哎，咱桌子，咱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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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走，走，走，接着来，接着来，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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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啥呀你？干什么呀？说正经的，指导员，你刚来对我金开来还不了解。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我把这心里话给你掏一掏。下一批干部转业。我金开来说什么也得走，别走。为啥？有些领导看不惯咱，把我当成了冤大头。得，咱们知道这胳膊拧不过大腿去，惹不起我转业行吗？回去也不图别的，老婆还在一块热汤热水的啊。来，回去挺尸睡大觉。金开来这个人，别听他说话难听，作风很正派。他是我们全团最老的炮排排长了。论工作那是呱呱叫，讲技术更是没人比。带兵方法虽说生硬了一点，他对战士很有感情。哼，这个人呢？就是爱发牢骚，爱挑上面的刺儿，这个毛病老也是改不了。连长，要是这是宣传教育提纲，你看一下。挺好。啊。老金要说臭，就臭在他那张嘴上。这不，咱们连里头几次提想提升他当副连长，上边就是不批。是啊。看得出来啊。指导员，这是你的邮包。啊，嗯，还有信。下午来的。哦，好，去吧。我查哨去。哎，那我，你开心。蒙生啊，我已经给你们师的领导打过三次电话，他们说眼下不是前几年了，调动的事不能操之过急，让你在连队里干半年再说啊。
指导员，帮我改改这首我写的诗。什么题目？题目？哦不，这个诗就是，幻想的翅膀飞向那遥远的四方，啊，我有。哎，你不走啊，我都知道什么原因。什么原因？有个人是枣核屁股在这蹲不下来。你少说废话。我就是要说，咱们这是部队，哎，不是他们家造火门，想进就进，想出就出。老金，这种话不能随便在下边瞎传播，要注意影响。谁也不是瞎子，来都快一个月了，连咱们连多少人数还不知道呢。接着你就说吃饭吧，整天像吃药似的，我就是看不惯。连长。啊，这谁的衣服啊？指导员的。我说他自己不会洗呀。连长，坐在生活上要多关心他一点。送去。这不是幼儿园，他要享福让他回家享去啊！哪怕他天天用牛奶洗澡。老金，你要干什么？你疯了？该照顾，咱们还是要照顾。连长，你照顾他，他不照顾你。我都看透了，你就是把心掏出来，你也是留不住人家。人家你找什么？少说两句。好好好好，你就你郝排长，连长，连长，你的信。连长，一秀嫂子来信了，快好好看看吧。三喜儿，你几次来信都说，新来的指导员一到连队，你就回家探家，俺见天盼着你回来。咱娘也整天守在大门口，向公路上望着，可是还不见你的人影。要是连队里的事儿实在忙，你也别让领导犯难，家中一切都好，你别挂着。三喜儿，你可别太省钱了，要保重身体。今年收成不错，俺喂的那头猪也百多斤了呢。三喜儿，俺快要生了，你琢磨着给孩子起个名儿吧。嗯，又快一年没有见到你了，记得去年春天我第一次到你们连队探亲的时候，
这是老纪。你就是韩玉秀。欢迎欢迎啊。我的脚都肿了。等会儿吃完了饭呢，好好探探脚。小金子，到，先把车票买了去。是，肚子。哎，老金，你也不宽敞啊！我再不宽敞也比你强。不是，你别娘们似的。哎，你看，你看，你看，要回家就像我回家的样，过来。42号的，你准能穿。哎呀，我穿着，你试试。来，这，哎，你别，这玩意儿，这个，我说，嗯。蒙生，调动之事已见眉目，师里答应着急办理。你一旦接到调令，务必尽快离开连队。据可靠消息，你们军最近将有重大行动，此属绝密，你自己心中有数即可，切莫声张，切莫瞎传。指导员，有件事儿想和你商量一下。我的探亲报告已经批下了一个多月了，营长一再催促我回去。我想明天我就动身休假，这样的话回来了也耽误不了咱们年终考核，你说呢？那就走呗。
导员，我这个人有话憋在肚子里头也是怪难熬的。前些日子我就听说，这次我到团里去开会，又听到了关于你的一些风言风语，说你下连队是为了调走。我琢磨着这事可能是有人瞎传，不过你要是真调走的话，这假我暂时不休了。要是你没有这个事儿，那我想明天我休假不休假你自己看着办。至于有人议论我，哼，舌头长这么自己嘴上，哎，说什么说什么，反正组织上还没有把我调走。哎，他奶奶的，这他说冷就冷起来了。海亮，车票买来了，明天上午9:30的。看不成喽，伙计。哎，还有，你也抽空回去拾掇拾掇吧。怎么样？看来部队是要开拔了。开拔好。啊？这胡见鬼了，往哪儿开拔？往南边，你不觉着咱们现在应该是打一仗了？仗是早该打了，可全国这么多军队，而且枪声离我们又这么远。哎，你怎么知道我们部队要往前开呢？别问了，等着瞧就行了。连长，是不是上面给你偷什么风了？没有。哎，那你这是？我是从指导员他母亲那儿得来的消息。这不活见鬼了吗？那个老娘们能给你什么消息？你呀，真是个直肠子，你就没想想他为啥对指导员的调动问题抓得这么紧。我听团里的干什么讲，这些天指导员的母亲几乎是天天往市里头挂电话。有道理。听说这个老娘们神通广大，她知道的消息比军长、师长还早呢。这不就得了？我估计着，部队不出10天之内，就得有行动。哎，我说，这事你可千万要保密啊！我也只是瞎估计，别出去瞎嚷嚷啊！他奶奶的！只要是共产党做天下，这个老娘们要胆敢在部队上前线的时候把你这个花花公子给我调回去。老弟，你看着，我要不自费上北京告他去，我就不是金泉台。炊事班长到，赶快回去打背包，今天晚上12点出发。哎，那猪呢？交留守处。是。李班长到，动作要快。是。哎，指导员，等会儿部队集合起来，你做一个简短的战斗动员吧。啊。好，三弦儿。
啊，今晚上啊，我请客啊。你看，来不及了，上了车再喝啊。是啊，哦，哦，收到了。嗯，是，连长。喂，啊，是我。什么？是，是。我问你，既然你不想留在我们连队，那你为啥要自己要求下连队，不直接从军里调走？你是拿我们九连100多号人开玩笑？我实在是对不起同志们。你打算咋办？三星儿。三喜同志，咱们相处也3个多月了，尽管我们之间有矛盾，可是我看准了，你们都是些好同志，你就放我走吧。谁是个好同志？你滚，滚！现在你就给我滚蛋！奶奶的！支持青年下放的时候，你们趴下乡，都涌到部队里头来了。现在感到吃苦了，又削尖了脑袋要回大城市。你可以拿着盖着红印章的调令，你给我滚！我可以请求组织上再给我派一位指导员来。养兵千日，用兵一时。中国是我的，可也是你的。赵默笙同志，你不会不知道，你身上穿的是军装。现在，在你面前正处在一道坎上，前进一步还好说，后退一步，你是个啥？有的是刺儿。你琢磨琢磨，你好好想想吧。好的。
伙计们，猛吃猛喝啊！上了战场的子弹可不长眼睛，死了咱别当饿死鬼啊！接着，嗯，吃。妈的，修了这么多活，看到了吧？炮口早就对准了我们。200个亿养个狼崽子，他奶奶的！我让你怎么吃进去的，叫你怎么吐出来。我们的学校给炸成了这个样子，连孩子他们都不放过。你哭什么？当兵的就是这样吗？战争来了就不能怕死啊？我能不疼萌生？我就这么一个儿子。唉，当初真不如让他学点技术了。雷神爷，雷神爷，雷神爷怎么样？当初从银幕战去战场上，不是您从死人堆里把他背回来的吗？他能活到今天，他能当上军长，他还讲不讲点良心呢？我就求他这一次吧。我喂，长途台，请接云南前线临沂指挥所。大心点，传达下去，清楚，注意，有什么意见再带上来。好，就这样吧。喂，你哪里？喂。什么？接不通？我有急事。哎，太慢了，接不起。对，师傅，对对。好，哎，你哪里？好，先上来。我们叫二零，你们要注意隐蔽。你们要注意隐蔽。说慢点，要注意隐蔽啊！左面那个地方。我是雷震。啊？报。啊？喂喂喂喂！什么？对。哎呀，有话请你直说吧。保持距离，第一梯队呢？很好，二连保持距离。第二梯队呢？靠拢，注意隐蔽啊！哪里？注意隐蔽。好。
同志们，现在战争就要打响了，我的千军万马正要去杀敌，拼命流血。可就在这个时候，我的军里发生了一件奇闻怪事。我也打了几十年的仗了，承得起是身经百战了吧？啊，在百战中遇上这种事，我还是第一次。所以今天我的老毛病可能又要犯，可能又要甩帽子骂娘。有那么一位神通广大的贵妇人，了不起啊，很了不起哟。她竟有本事从千里之外把电话要到我的前沿指挥所。我想同志们都会知道的呀，在这种关键时刻，我的电话分分秒秒千金难买呀。他来电话干什么呀？让我关照他的儿子，要我把他的儿子调回后方，把我的指挥所当作交易所了。他奶奶的，走后门竟走到我这流血牺牲的战场上。他的儿子何许人也？此人原是军机关的一个干事，眼下就在你们师某连当指导员。我不管他是天老爷的夫人还是地老爷的太太，谁敢把后门走到战场上，我偏要他的儿子第一个扛着炸药包去炸掉跑。我看您军长骂得好，军长骂真痛快，该骂就骂的。一千到一万打起仗来还得靠咱们这些庄户村。对，他奶奶的，上了战场谁敢后退一步，看我老金一枪不崩了。这倒是，哼，连里出了光连举啊，咱们都跟着丢人。哎，雨果先生对这个谈点感想吧。别看咱段雨国不咋地，报效祖国咱也愿流点血，可耻逃兵者不可当也。好，小段，到时候看你的了啊。连长，我想跟大家谈谈。小金到，全连集合。是。我也是个军人，我也有人的尊严。从现在起，谁要是再敢说我赵蒙生贪生怕死，我跟他刺刀见红。是英雄是狗熊，咱们战场上见。现在宣布一下命令，上级决定提升靳开来同志为我们九连的副连长。同志们，仗就要打起来了，我们九连的战斗任务是执行穿插，担任尖头连。
现在城里就实行这个。去你的！皇上，你这穿什么呀？我说不让你买呢，你非得买。你这个，哎，这么瘦？不瘦不瘦，这玩意儿撑着就大了。你这什么？你非得让人穿啊？是我买的时候这。儿子，说你妈真好看，快说。我妈真好看。去。哎，同志，你那衣领全翻出来了。你看你的领，我嗨，你就别让孩子吃蛋糕了。这孩子，你说，哎，你们都准备好了没有啊？靠近点，近点，哎，再靠近点，近点，哎，笑一笑，再笑一笑，哎，哎，好。哎，咱们让副连长请客呀、啊！走，走，好啊！让副连长请客。哎，副连长，升官了，该请客了啊！对，副连长，副连长，哎，快掏钱吧！钱出来吧！掏钱请客，大家请慢酒。哎，快点，快点，喝好拿来。哎，嚯，十块钱！花钱！哎，买酒去啊！五连银啊！好嘞，大中华，花，好爷，好爷，给我一支，给我一支。哦，好，好爷，好爷，这儿呢，别了。我呢？你来就成大爷，不错，副连长，真够意思。给我一只吧。好好，咱们今天晚上那个过瘾的，好，今天晚上有奖金，好的，好的，哥俩喝一杯。想不到连长今天也开荤了啊。哎，副连长，副连长战前赏了我一个送死的官。放心，我会在副连长的位置上死出个样来的。向左转，向右看齐，向前看，放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报告，补充的15名战斗骨干到了。同志们，通报。怎么样，同志们？救个手，把头都剃了吧。北京部队的吧？是。同志们，这可是在祖国的最后一顿美餐，三鲜馅的饺子。哎，咱们大家伙啊，敞开肚子吃，管够啊！好的，快来来来来，加一个，来一勺，好，来。饺子来了，干！哎，走，好，崔氏班长，饺子，饺子，你来，胖子，喝一口，我来，喝一口，坐下喝呀，会，吃，坐吧，好。辛苦半天了，你就干了，来来，喝喝，来来，胖子，哎，喝一口，副连长，五粮液。我不会喝酒啊，喝，来，咱们今天在最后品尝品尝这生活的甜蜜味儿。我这是唯美思，那玩意儿，娘们喝的。来，今天把这两瓶。全给我干掉！指导员，过去的事儿我不提了，也不准你再提。金副连长，
我来敬你一杯啊，祝贺你荣升。我说皮杆子，万一我老金光荣了，别忘了在报纸上吹一吹啊，看见没有？是。豪言壮语记了一小本，字字句句闪金光。来，老金，把这点酒喝了。来，烈士令箭。来，我说连长，我在最后求你一次，天刀派由我来带，啊，不能让指导员带。他有文化，念那么多年书不容易。再说，人家新来乍到，你们两个都不能来。尖刀牌，我来带。我已经决定了。怎么？你是不是信不过我？老金，我当连长已经三年了。一个连长在战场上，他的责任就是身先士卒，给我这个机会吧。我说三喜兄弟，我金开来可是弟兄四个，死了一个还有仨呢，那祖坟上断不了烟火。可你梁三喜不行，你两个哥哥都不在了，你有老杨，有玉秀。那个不知男不知女的向你谈，再说你的指挥才能也比我强。不，你要比我强得多。打敌人我能勇敢，可是敢于提意见，向我们内部那些歪门邪道开炮，你呀要比我勇敢得多。我希望留下你这门大炮。老金，我是撅嘴骡子卖给了余家去，吃亏就吃亏这个嘴上了，你还欣赏？我欣赏。玉秀，你好。我现在是在云南边防前线给你写信。咱们的孩子已经出生20多天了吧？可我还不知是男是女。你坐月子，我没能回去照顾你。我感到实在对不起你。我，秀。当你拿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已经杀上了自卫还击的战场，也许已经躺在阵地上长眠了。还记得今年初你来连队探亲临回去的最后一夜。嫂子，就不能多住几天吗？家里边有活儿。哦，嫂子，我用子弹壳做了个拨浪鼓，你留着玩吧。俺这么大个人还能玩这个？不是，嫂子，这是留给他是说这么个意思，说你这趟啊不能白来，哎，回去给咱们连长升一个。哎，去死老纪。早点睡吧，明天一早还要赶路呢。一年到头天天盼着见面，觉着日子过得老慢，可真见了面，日子
又那么不讲。好歹还有个盼头。喜子，这个当你回家时带来，给在哪里？你们的位置在哪里？请回话，请回话。九连，九连，你们的位置在哪里？请回话。我是九连，我是九连，我是九连，我是九连。你们的位置在哪里？请回话。在这，我们是不是在25号地区？对，25号。啊，就在你看。报告营长，我们在25号地区。在25号地区。太慢，太慢，要加快速度。要加快速度，按时到达指定位置。他奶奶的，他们也就知道用尺子量地图，让他们来看看这山这路哪是人走的，哪他妈是人爬的。副连长，你少放老子。志德，哎，啊啊，同志们，现在开始清装，带好武器弹药，每人留下2顿饭的干粮，还有水壶，记住水壶绝对不许丢，其余的通通扔掉，出发。是，跟我来。一排的注意了，带上水壶和2顿饭的干粮，其余的东西统统的清装，快！什么时候了，还看小说？
这个，能看懂吗？报告连长，里面的主要章节我可以背诵。出发。炊事班长，报。把锅扔掉。哎，那饭呢？吃干粮。是。胖子，走吧走吧，跟上。哎呦！那连长，你倒是可以当个军事教官。不，我想当元帅。口气太大了。连长同志，你也应该想到成为元帅呀。我当个团长就行了。来，把这给我，别把咱们的元帅压垮了。现在我还是你的士兵啊。叫啥名？说了你也记不住，你就叫我北京吧。北京。哎，连长啊，这些暗堡50米以内，825尖炮，一敲一个准儿。一排长，到，准备好，拂晓发起攻击。是，准备好，拂晓发起攻击。想啥了？没想啥。不想老婆吗？顾得上想他呀？哎，再过5天，我那小子就快50岁了，和我他妈长得一个熊样。好儿子，哎，哎，一年就回来这么一趟，也不说帮我干点活，就知道逗孩子玩。哎呀，等我转业回来，天天为你当牛做马啊！呸，说不好听，到时候啊，我少不了伺候你们爷儿俩。你别着急呀。等我虎儿长大了，娶了媳妇儿，不就有人伺候你了吗？儿啊，你快长吧！儿啊，你倒是想当老公公了你？那当然了，当了老公公，你得有个尊个样儿，那是那是。哎呀，当老公公了，哎。你说这当老公公是不是连个屁他都不能大声放了？你想放你就放呗。Thank you.
郑远，嗯，你看，那就是主峰。副连长，要是再没有水，就要全军覆没。怎么，小段负伤了？没有，可晕过去了。来，拿着。连长，哎呀，少废话。哎，连长，山脚下有片甘蔗田。对，连长，我去告他战斗力去。胖子，走，去看甘蔗。指导员，有你这话就行了。犯错误的事儿，哪能让你们这些当正直的去干呢？反正我金开来没有政治头脑已经出了名了，我就不信他奶奶的200亿换不回来他一捆甘蔗。一班，跑走，跟我来。好，走。哎，不是，哎，连长，连长，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副连长在回来的路上啊，踩下地雷了。什么？哎，连长，副连长，你们搞的什么名堂？你们，老金，快进隐蔽部，让开点。老金。轻点，慢点，慢点。副连长，卫生员，卫生员，老金，副连长，不用了，不用了，不用了。胖子，让大伙吃甘蔗。副连长，连长，老金，金开来已经牺牲了，我们正在组织力量突击主峰，在组织力量突击主峰。连长，连长，我去把他敲掉。完了。连长，连长，元帅那是未来的。我现在是你的士兵，听了，机枪，掩护，是。
击。为什么两旁全都是抽弹？连长，劈林劈孔，劈他奶奶的！快，给我找一发好弹来。是。就这棒。好。各排注意警戒，李排长到，注意搜索残敌，加强警戒。是，各位注意搜索残敌，加强警戒。散开。是是。啊，我多想变只鸽子飞到祖国。连长，向营部报告吧。严彬，哎，连长，连长，连长。连长，咱们回家了。
是有心来。你先歇一会儿啊。不。西湖。军师团三级党委都做出决定，要求我们重点宣传梁三喜。军区举办的英雄事迹展览会过几天就要开馆展出了。就这些，他有没有什么遗书遗言呢？这是梁三喜同志牺牲的时候留下的。签账单，这不说明什么问题吗？实事求是吧。是我。哦，营长。什么？为什么进副连长，连个三等功也不批呀？没法牢骚。营长，他说的是不是真话？不存在违反纪律的问题。战场上砍干这是我同意的，要处分，你处分我。营长，要是不给金副连长记功，我们的功就都不要了。指导员，你跟他，营长，你听听连里同志们的意见吧。那我越级反映，我要向军党委、军区党委反映。妈妈，爸爸怎么还没回来？他到哪去了？爸爸呀，到挺远挺远的地方去打坏蛋去了。我也要打坏蛋。哒。叔叔。
妈妈，我像爸爸吗？指导员，我想问你一句。哦。看来他是怎么死的？他死得很英勇，很壮丽。他是为我们九连牺牲的。你老实告诉我吧，他是不是在战场上犯了什么错啊？不，没有。说，大嫂，你告诉我，绝对没有。啊，没有。叔叔，看来他是个很好的同志。中国人都像他那样，说真话，做实事儿。我们国家的事情就好办了。大嫂，这是一等功臣靳开来同志的勋章，收下吧。不。不，大嫂，他无辜，不能受伤。大嫂啊，看来他确实是英雄啊！他一个人就炸毁了敌人的两个碉堡，是他带领着我们打退了敌人三次反扑，最后。在无名高地上，他是为了我们大伙儿去砍甘蔗。我不清楚。看来他救了我们九连呐。全清楚。大嫂，这个勋章你一定要收下，要不我们全连都……妈妈，这个奖状我要，这是爸爸的奖状。指导员，回来了。啊，情况怎么样？关于小北京同志的亲属，团里正在查询，说不让咱们再催问了。连长一家什么时候到？团里说已接到山东民政部门的电话，连长的爱人和母亲已经上路十几天了。嗯，还带个孩子。怎么还没到呢？秀，快趁热把这碗面吃了。娘，你吃。别啊，秀，不为大人，为孩子。走，还有多，还有那几张，还能不能？
你怎么不给妈妈写信呢？回国以后事情太多了吧。好，走这儿。我还是从报纸上看到你们九连才知道你。怎么过伤了？没什么，让手榴弹瓶划了一下。妈，走吧。走，就里边那间。妈，我来。那天晚上，妈妈是不应该在那种时候打那个电话。打那儿，我的日子也不好过。妈都六十多岁的人了，我生来不是怕死鬼，可我就你这么一个儿子，要死吗？妈宁愿替你去死。妈，吃香蕉吧，这是我们部队自己生产的。萌生啊，仗打完了，你是怎么打算？你和兰兰也总不能两地分着，你考虑是不是还调回军区啊？我不能。怎么？咱们血也流了，功也立了，咱们也问心无愧。咱们问心有愧呀。哎，赵指导员，小北京的亲属找到了。哦，哪儿？你猜他爸爸是谁？谁？他姓雷，叫雷凯华。雷凯华？雷军长的儿子。什么？爸，这上面的批语都是你写的。这不是毛宗岗批三国，不过是我的一点心得。你小子不能光写洋笔，孙子兵法也要读，那里面有战略思想。这个我早就看过了，爸爸如果有兴趣来批评批评我写的论文。这篇是论国土设防应注意的空间差，还有一篇是我最近写的防卫作战中的时间差。哈哈，我这穿草鞋的家里出了秀才了。不是秀才，是未来的元帅。元帅，明天你先给我拖地板，不能睡到早上八点。是。老太婆，海华这么多日子没给你去信，我想你会料到的。我禁得住，你也该禁得住。海华回不来了，孩子牺牲。人说忠孝不能双全，凯华为国捐躯，有这样的孩子，咱该感到光荣。你放心，离休后我陪你去菜场买菜。会上你的威风够大了，我也知道在那种时候不应该打电话，我也不是有仨有俩。
你也知道。可战前动员，你也不能拿蒙生开刀啊。什么贵妇人，哼，你当时那么凶，劈头盖脸的骂我。当初我从死人堆里把你背出来的时候，你怎么不骂我？大姐，我的态度不好，我向你道歉。看透了，还有什么人情？不是我雷震不讲人情，因为我背后有天理，有国法。天下爹娘都一个样，谁不疼爱自己的孩子？像梁三喜、金开来这些烈士，也是爹娘生养的，人家都有妻儿老小，难道我们孩子当兵来只是走过场，该流血牺牲的时候让老百姓的子弟上？这不是共产党。我流过血，打过仗。大姐，共产党的字典里没有共产两个字。你妈，进来。军长，这是凯华同志的一等功勋章。凯华，凯华不在了。仗打完了。大姐，现在你可以把蒙生领走，我签字。这些年你离开战争太久了，咱们离开人民太远了。妈，你知道吗，在战场上要不是梁三喜同志，我能活着回来吗？指导员，这是金大伯，金小柱的爸爸。金大伯，大伯想去医院看看小金。首长们多操心了。大伯，首长们要有事忙，我自己去看看他吧。那咱们一块儿去吧。好，走吧。对。小金，柱子，爸，爸，孩子好吗？指导员，啊，快躺下。爸，我是金生。哦，大伯，将来我们一定很好安排他。是，是，谢谢领导。爸，不要告诉奶奶啊。哎，不，不跟你奶奶说啊。以后我也不会去见他。
这个给奶奶烧去，我做的。哎，报告，进来。指导员，连长家属到了。啊？就在招待所。什么时候到的？哦，刚到。哎哎，对了，你马上通知各班。嗯，欠账单的事一定不能让大娘和玉秀知道。好，快走吧。哎，谁要是透露出去，纪律处分。是，走。啊，大娘，玉秀嫂子，这是我们指导员。啊，指导员。大娘，给大伙儿添麻烦了。快坐吧。啊，坐。听说你们离开家十多天了，指导员。啊，那咱们下了火车是走着的，是吗？大娘，出了火车站不远就是汽车站，汽车能直接开到连里。你们没打听着汽车站在哪儿？打听着了。那帮的人走点路不碍事儿啊。哎，是不是团里寄取的路费你们没收到？收到了。哦，你别哭。盼盼怎么了？哦，是不是病了？请医生给看一下吧。啊，不，不是生病。孩子刚出了满月，玉秀就听到了三喜的事儿。奶奶不忙，孩子们大难奶水就不够了。来哦，盼盼乖啊，盼盼听话来。嗯，找钱。好，好。哎，老傅啊。哎，指导员，抽烟啊。哎，明天你进城的话，嗯，顺便把我这个照相机送委托店卖了。嗯，卖了啊，我记等着用钱。进口货，卖多少钱？随他们估好了。那哎，最好明天就能把钱带回来啊！哎，乖盼盼哟，可好盼盼，乖盼盼。妮子又尿了。秀，咱来的路你记着了吗？嗯，记着了。我琢磨着，等盼盼长大了，还是把他爹的骨头背回去，埋到咱老家去。娘，那是旧风俗。是啊，我这是老脑筋喽。听他们说，明年要在这修陵园、立石碑呢。嫂子。啊，指导员。娘。大娘。指导员来了。啊，坐吧。这点奶粉橘子汁儿给盼盼冲着喝吧。哦，这那得多少钱呢？大娘您甭管了。哎哎，这不是公家的钱，是指导员他。哦，这是我们大伙儿给盼盼的一点礼物。不，那哪好啊，快笑。你们不要管了。不，这是我们大伙儿的一点心意，收下吧。啊，那就谢谢大伙儿了。玉秀嫂子，嗯，这是三喜同志的遗物，组织上让我交给你。Thank you.
指导员，玉秀嫂子不见了。什么？都找了没有？ 三喜，我和娘后天就走了，你放心吧，你合上眼睛吧。 指导员，没啥，就是觉着心里头闷头，想出来走走。你们先回去吧，指导员。俺娘俩在这待会儿。 咱不哭了，秀。多想想以后的日子，想想盼盼。可是，烈士家属。啊。你是？我也是。我的孩子，也埋在这里。啊。 老几呀？就这一个。这是你家的？老三。老大打鬼子那功夫牺牲了。哦。老二，文化大革命让坏人整死了。 这是老三吗？大嫂，听你的口音，像是山东的。啊，沂蒙山的。俺那儿是老区啊。哎。
老同志，想开点。俗话说，人活百岁也是死，孩子们这么死了，值得。大娘，你劝劝玉秀嫂子，别让她再洗了。自打来到这儿，她一直都没闲着。你就让她洗吧，指导员，在家也闲不住。以后想给同志们洗，也洗不成了。老嫂子，三喜同志在战场上保护了蒙生，从今往后蒙生也就是您的儿子。军长，连长欠的账我准备替他还上。在这次战争里，有那么多从农村入伍的烈士留下了欠账单，尤其是从老区来的，这个情况我们要向党中央报告。哎，你是团里的宣传干事？是。宣传海华，一定要实事求是。是。在报道文章里不许出现我的名字。是。海华就是海华，半点都不许借海华宣传我、吹捧我。是。哎，他们九连副连长秦开来在战场上表现得那么勇敢，你们团为什么不给他立功啊？这关于这个情况，我请你搞个调查报告，是你五天不三天写好直接送进党委。是。王生，嗯，你是不是留秦开来的家属再多住上几天？他们已经走了。我们有些干部总是爱听阿姨奉承，对于爱提意见的同志到死他们也不肯放过。不给秦开来立功，天理难容。军长说过，给梁大娘一家送行要按接待中央慰问团的规格办。我知道啊。还有，哎，海参发好了吗？发好了。瞧发得多烂啊，大娘牙不好。哎，加个八四苹果怎么样？咱做八四香蕉。主食呢？啊，在这儿。一家饺子，图个吉利。大娘，咱们先喝杯酒吧。别忙活了，都不会喝。俺也不会。那先吃菜吧。啊，是啊，嫂子，你要吃点菜吧。哎呀，我来晚了，对不起。大娘，这是我们军的雷军长。大嫂，我们见过面呐，那天在行。就是那天在墓地里见到的那位队长。对，老嫂，
大嫂，请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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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军长，怎么不喝酒啊？大嫂，玉秀同志，我听说你们要走了。我今天不是以一个军长身份来向你们敬酒的，我是以一个烈士家属身份来的。咱们一块儿喝两杯薄酒吧。这第一杯酒咱不喝，把它献给为国捐躯的烈士们，告慰他们在天之灵。这杯酒咱一定要喝。大嫂，于秀同志，我家凯华跟你家三喜，他们血流在一起，坟也埋在一起，咱们共同来喝这杯吧，好吗？好啊，我喝。媳妇，你也喝。早年间，陈老总在俺鲁中军区开之前庆功会的时候啊，我喝过一回酒。30多年了。省长，我想说句心里话。您请说。你是个军长，你把自己的孩子送到前线上，牺牲了。我哪怕就是看到了这一个，我总算是看到了。好啊，好啊。你们好啊，中国能兴旺啊，来来，拔丝香蕉好了吗？这不，一会儿就得。嗯。指导员。好，大人。赶明天，俺和玉秀就走了。大娘想求你件事儿。好啊。三喜儿在队伍上欠了620块钱，我都带来了。这是550块，这是70块，这是他寄给俺的那个欠账单子。哦，对了，听说那个，姓什么？啊，对呀，那个姓刘的同志也牺牲了，那就把钱寄到他家去，人死账不能空啊。帮俺办办吧。大娘，不能啊，玉秀嫂子，不能。知道这抚恤金。老二，
老人家，万万不能抚恤金还账。大娘，连长先别，我们还。我们大娘，你就放心吧。你不要管了，这个账让我来还。我知道，就让我来吧。指导员，你起来，起来，起来，孩子，你起来。指导员，你起来听大娘说啊，起来，起来。这账一定不能让大娘还，大娘还不好。不，听我说，首长，这里边还有公家的钱，大伙的心意，给玉秀领了。嫂子，指导员，这钱咱们帮着还吧，不能让大娘还。我们听大娘说，大伙的心意俺给玉秀领了，真的领了啊，领了，把一家子都领了。可三喜儿生前留下的话，大娘我不能违呀。大娘，大娘，收下吧，咱们还钱呢。指导员，这是三喜儿留给俺的。我就要杀上战场了，战斗中生死难料。如果我在战斗中牺牲了，这封信就全当我的遗言吧。我惦记的就是娘和你。娘一辈子吃苦受累，没享过一天福。我这个当儿子的，没有尽到一点孝心。想起这些，我心里就像刀割一样难受。玉秀，俺当兵在外没能帮你一把，自你来到俺家，你像个长工一样，每天下地干活，回家伺候老人，担水做饭，喂猪养鸡，里里外外全靠你。你那么累，却没一句怨言。秀，自你嫁给我，我没有给你买过一件像样的衣服。想起这些，我就觉得一辈子也对不起你。秀，你对俺梁家的大恩大德，我就是在九泉之下也感激不尽。玉秀，前几年为咱爹治病我欠下的债还有620元没还清。如果我死后，政府还能发给我们550元的抚恤金，你和娘再把家里那头猪卖了，凑上去，我看就差不多了。人死，账不能死。玉秀，咱人穷志不短，欠的账，你一定替我还上。玉秀，我还有句话，你可一定要照着办。你还年轻，才24岁。我死后遇上合适的人，你就另成个家吧。咱娘是个明白人，那样她欢喜，我在九泉之下也就闭上眼睛了。玉秀，我没有什么，没给你留下任何遗产，只有一件军大衣，没舍得穿。将来你结婚的时候，就作为你陪嫁的礼物吧。玉秀，眼下孩子该是快满月了吧？你来信说，让我给孩子起个名儿。我想来想去，就叫盼盼吧，让你和孩子都盼上个
好日子吧。雪儿，娘走了，等盼盼长大了再来给你添土上坟吧。秀，替盼盼给他爹磕个头。嗯。